Julia 好不容易应该算 OK 这一罐你的哈，你的哈，这应该是我的，不会喝成小雨的哈。那就算了。OK， 掌声鼓励一下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在网络上号称国民老婆或乡民老婆之称的 Julia， 真的超级开心看到你。谢谢你。第一次来到我们好朋友放闪音乐节吗？对，还新手对。哦，这个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。超级多，这是第一名的网络媒体 ET Today 所举办的。你们因为有超级多你的超级铁粉，一早就来卡位。辛苦大家等到现在了，谢谢你们。这边也有 OK。是，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啦。是，就是我据说最近已经有新作品要诞生了。对对对，上个礼拜 Fever 我的新单曲大家有听吗？然后前两天 Fever 的英文版也出来了哦，对，所以就是一个多的一个福利给大家。OK， 在你的这个平台上面 ，IG 上面、啊、对都有都可以看到。那这个现在是11月，12月有你的大事要发生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发单曲嘛，然后这个月也要再发一个单曲，然后12月专辑就要出来了。好、哦，掌声鼓励。12月太期待了，开心哦！对，第三张要来了哇！真的真的，第三张我相信能够在这张算是专辑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很期待，里面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，然后很期待分享给大家。是这个最棒的努力哈！凡是用行动在做音乐、在努力创作的歌手朋友，都值得我们用行动来好好的支持一下。掌声再送给我们 Julia 好不好？还想听吗？想听吗 ？OK， 好，交给你了。下一首歌，好，那交给我了。第二首歌呢？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唱这一首歌，新歌《Fever》献给你们。Yeah.
谢谢你们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好朋友放闪音乐节，第一次来就看到超级超级多的人，也谢谢大家今天留到最后来陪我看我的表演，跟我一起 hang out。 所以最后一首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唱吗？华桑可以吗？可以。 Alright, let's 买起来， let's go。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？好，等一下听到你们的声音可以吗？上一张我还没消防， What? 下一张也准备上场，我不需要多大的排场，如果你下班放太大，高处不胜寒，早知道坏就来真坏掉，高手错的太久，最先盘都有人坏掉。 There I am again,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,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, how you like me now?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听所有的好歌，所有一线的巨星都没有付费到，对不对？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真的，奖金要抽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待会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把10,000元的搜狗礼券，好，而且还有5,000元的部分也是有一样要抽出来给大家。再次告诉大家，在斜坡的地方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再滑下去了，超级多人滑下去。现在又要进行到那个风水大半风的阶段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要往前的朋友，现在是个好机会哦！要往前的朋友，现在是个好机会。